笑起来。外面天气很冷，但是我们很温暖。我找找看哦。巴西国嘞、欸、为什么会有这个、啊、什么歌什么东西点到别人的、啊、我是维多利亚秘密伴奏，然后结果有一个是这个吗？有一个网友唱的，看一下是不是他有人唱吗、欸、可是他有人唱哎、欸，不然你来唱，可以啊，一起，等一下、哦、可以跟着阿妹唱。我们唱一首维多利亚的秘密给大家，双手举起来，金曲票走起来，走，调一下 echo。手掌是否有点粗糙？沙发的声响，勾人的问候。他拥抱会是什么情调？双手环绕，舍不舍得睡着？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？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，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？睡觉哭闹拥抱，阿妹好性感哦。他的双脚沙滩上的符号，肩膀线条像冰山的玉角，衬衫里的腰什么都穿得着，嘴角微翘，看来可靠的笑。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？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，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？睡觉胡闹拥抱，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，太阳下他的汗什么味道？小脚先忘掉，浪漫一次都好。呜，金曲票走起来，谢谢。微妙的秘密，那浪漫的剧情，藏着他的发丝，听着的压抑，粉红色的秘密。谢谢追随，这是什么？追随劝使，这是什么号？唇能变成我的吻，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。追随劝使歌的。整天不出门，睡觉不好用。这是什么号？追随劝使歌的小胡。追随劝使的小胡是谁？你笑点真的很奇妙哎！我这名字很好笑啊！扣起来哦，追随劝使扣起来喽！追随劝使的小胡，你快往上个厕所。好，换真的，谢谢大家。转起来，你什么时候劝使歌什么时候有小弟啊？哇塞，搞笑，谢谢转身，晚上好哦，欢迎大家转身，转起来，打扣打起来。刚收的小弟，我也要改追随劝使歌的虚张。嗨，亮哥，欢迎大家哦。太阳，谢谢。谢谢转身，大家有金曲票的话，我们现在是11:38，我们要接近倒数了，接近倒数的时间了。
有人在射火箭。追随炫死的小把比小比把，追随炫死的小比把，他是谁？欢迎蛙的 Z。谢谢小虚追随劝使，欢迎兵哥，欢迎兵哥，兵哥晚上好，谢谢好声音，谢谢谢谢兵哥的贵族票，谢谢兵哥，感谢兵哥来投票，谢谢兵哥。欢迎大家，有金曲免费票的朋友可以再帮忙走一下免费的票，谢谢。嗨，谢谢大家为我转身，谢谢。欢迎别丢下我不管，谢谢金曲歌手选票，欢迎大家。小比吧，小比吧，这位朋友，你又是谁？欢迎大家哦，有金曲票的朋友走起来，有人射火箭，有人射火箭，天哪，天哪，射火箭，高能预警 ！Oh my god， 你是谁？天哪！射火箭了，是我，三二一。哇塞，谢谢！天哪！我看是谁？欢迎大家！三发火箭，小胡，我不知道，超猛，超猛，欢迎大家。什么？谢谢谢谢劝死哥，他叫我进来的，他叫我来的，谢谢哥。歌好燥哦，歌好燥哦，谢谢，欢迎大家，谢谢追踪，大家进来的朋友可以点一下追踪。欸，可是刚刚那个画面我没看到。欸，我也没有看到啊，因为卡了，卡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谢谢追踪，谢谢追踪，那追一下，追一下，左上方追踪，玉儿一定要拿第一，大家帮帮忙，大家转身转起来，我们要冲第一，冲下去。动起来，来，各位宝宝们，有金曲票的走起来，冲下去了，就给他冲了吧。对，冲下去，来，有金曲票的朋友走起来，大家加油。我卡刷爆了，不然我好想刷。卡刷爆了，好想刷，谁这么有心。宝宝笑了，快笑死。哇，谢谢，哇，小虚，小虚的火箭。
是送你的吗？对，刚刚的动画。哦，刚刚的动画我看到了。对，现在才出来。好看哦。今天来对了，好幸运哦。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你的直播间有火箭耶。好多火箭都没有看到动画。对啊。刷包我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哇，现在已经43分了，43分，真的。来倒数15分钟，倒数15分钟，准备要来倒数，准备要来倒数。谢谢思思，谢谢思思家人，欢迎大家。有金曲票的朋友可以走起来，走起来，动起来。好嗨哦，好嗨哦。对，你知道我有看到一个那个，我要先去尿尿了。好哦，我有看到一个那个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在看那个短视频，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生啊，就是一个大妈，然后她就说好嗨哦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你是在所以你要学他吗？你现在你收到火箭啦，你应该要学那个大妈一下，你要带动作，好不好？我快笑死了，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什么鬼视频？对呀，啊，怎么会有那个视频？我快被笑死，好嗨哦！哎，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用广东话讲，是不是会更有趣？他就是用广东话讲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但是我不会广东话。哦，有谁可以教一下？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达到高潮的广东话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好嗨啊！选错的人，林青又选错，我们不用去争论。谢谢金曲免费票。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。是哦，对。哇，谢谢俏爷爷。幸福的时分，心的人，我们爱的男生啊，大家晚上好，现在已经进入，等一下要最后倒数10分钟咯。刺激哦，刺激哦，大家动起来，刷起来，金曲票丢起来，再麻烦你们支持育儿，救救育儿。救救育儿是什么？什么话都说出来。对，救救育儿。育儿一定要拿第一，没有错。投起来，投起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让直播间这么的热闹，欢迎大家哦。丽丝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没问题。欢迎安轩主播家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谢谢金曲票，谢谢思思的家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思思帮，谢谢思思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安。欢迎大家，还有免费票的朋友帮我走走免费票哦，谢谢大家。现在11:47了，11:47，亮哥谢谢。现在很紧张哦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在3分钟之后呢，就进入倒数10分钟了，好像在跨年哦，一直在看时间，等时间。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，金曲票走一波，谢谢。育儿跨年晚会，嗨，欢迎。
只是陌生人。谢谢钟姐，谢谢思思帮。哎，对啊，今天就可以来预习一下那个大家跨年倒数的那个气氛有没有？跨年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很像跨年的感觉，大家会一直看时间，剩最后几分钟这样子。十二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嗨的一个月份，因为又有圣诞节 Christmas 来了，然后跨年又要来了，我们又要迎接新的一年。希望大家呢，今年不管你们过得顺不顺利啦，但是呢，最后一个月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给它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迎接美好的下一年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那如果你们手上还有免费的金曲票的话，再麻烦大家动动手，玉儿需要你们的免费金曲票，谢谢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剩最后十分钟了，拜托拜托，金丢金丢，切记切记，拜托大家，请支持一号玉儿，一号玉儿，一号玉儿，好像在帮委员拉票，请支持一号玉儿。那玉儿的政见有什么呢？如果呢玉儿当选第一名之后呢，他会想办法就是抚慰人心，然后呢每天就是娱乐大家，然后呢每天笑给你们听，然后再准备更多的冷笑话给你们听，然后呢会办更多的那个粉丝见面会，然后呢会给一些福利啊，周边小商品啊，像是什么月历啊，然后还有他的钥匙圈啦，或者是悠悠卡啦，都可以。像是他的证件，拜托拜托，大家金曲票投起来，谢谢，谢谢小猪的金曲票，谢谢，谢谢小猪。最后十分钟，来欢迎大家，最后十分钟倒数中。倒数了，倒数了。谢谢大家的金曲票，感谢你们，真的好有跨年的 feel 哦，好像在那个101的感觉，是吗？对啊，就看时间，然后一直要准备倒数。对，欢迎大家。谢谢文安为我转身，谢谢文安的转身。哇塞，谢谢。哇塞，这个是火箭吗？又有火箭了。这是人气组的，人气组的。OK OK OK。人气组的，好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瑞，欢迎艾比，小小明，晚安。欢迎大家，金曲票帮忙走一波，谢谢。OK， 最后十分钟喽，九分钟，最后九分钟。谢谢大家抽次有金曲票的朋友，把金曲票收起来，最后收起来，冲出来，倒数九分钟。准备开始咯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大声表白，我的心跳像和音快快乐飞呢，追随追随5、4、3、2、1，哇塞，火箭我的天哪，我怎么有点在发抖。对，谢谢金曲歌手，谢谢大家的金曲票。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很快？有一点。对，然后他等一下就会犯累，等一下玉儿可能有机会看得到他，眼眶热热的。所以大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金曲票，金曲票走一波，剩最后8分钟。有金曲票的朋友帮忙一下，剩最后8分钟。有金曲票的朋友呢，投投金曲票，投投金曲票支持玉儿。我们现在的目前的那个里程数嘛，7.48 m， 总榜7.48 m， 来第二名是6.40 m， 第三名是4.07 m， 来大家有金曲票的帮忙支持一下，现在我是7.48 m。对，目前是榜一，目前是第一排行第一名，7.48 m。快点，拜托拜托，让玉儿就这样第一名吧，玉儿一定要第一名啊！欢迎大家，谢谢 Chance 哥转身，谢谢大家，现在好紧张哦，最后七分钟，最后
七分钟，金曲票走起来！谢谢大家，大家陪了我们好多天，谢谢转身，谢谢你们的转身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最后七分钟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，谢谢，谢谢今天一直在转身，谢谢歌手选票，谢谢，谢谢 Chance 哥，谢谢金曲票，拜托大家，金曲票走一波。如果手上还有免费的金曲票的话，拜托不要再犹豫了，因为现在剩最后六分钟了，就投这吧，就投这吧，不要再离开了，投这吧。欢迎大家有金曲票的人，朋友帮忙走走金曲票，来了来了，刷了刷了，刷起来刷起来。这是小唐的，这是人气组，人气组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的真的战况非常的激烈。对，人气组的跟金曲组不一样，没错。对，人气组已经先，人气组已经开始射火箭了。哇，大家都这么猛是吧？在最后的五到六分钟里面，人气组小唐主播高能预警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，飞来飞去耶，咻蹦咻蹦，这个都是火箭吗？对，是火箭。好漂亮哦，有人射火箭咯。哇，大家都是在最后几分钟发挥他们的实力吗？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可以为我转身。好紧张哦，现在金曲票，大家你们是不是也很紧张、啊、谢谢可不可以，感谢可不可以，感谢，谢谢可不可以的转身，谢谢可不可以，谢谢，谢谢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谢谢你，他也升级了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们陪我们到现在，现在我们已经最后五分钟了，最后倒数五分钟、哦、好刺激哦，欢迎大家，最后倒数五分钟，谢谢可不可以，金曲票走起来，可不可以为我转身，感谢你，谢谢可不可以，哇塞，谢谢大家，哇塞，玉八方，哇，同额，最后四分钟了，来看一下榜单有变化哦，各位朋友，快点快点，战况激烈，玉八方在射火箭，最后了，最后四分钟，玉八方在射火箭。大家动起来，走起来，拜托拜托，支持玉儿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有金曲票的朋友，金曲票，拜托，最后四分钟了，金曲票就送出来吧，欢迎大家有金曲票的朋友帮忙送金曲票，最后三分钟了，三分钟，好刺激哦。已经好久都没有这么嗨的气氛在倒数了，对，大家有金曲票的朋友帮忙投金曲票，金曲票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现在时间已经是11:57，对，大家那个为我转身，金曲票走起来，谢谢转身跟金曲票，大家最后三分钟，最后三分钟了，请你们支持，谢谢你们一直的陪伴到现在，如果手上还有金曲票的麻烦走一波，谢谢，最后三分钟了，各位朋友，最后三分钟，天哪，没有，我在看，有射火箭，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玉儿现在就是属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她已经开始有点心神不宁，因为最后两分钟了，最后两分钟，是瑞腾在射火箭，瑞腾哦，好。
哇塞，怎么回事啊？呜，最后两分钟，火箭射出来，我的天！谢谢，我的天哪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都在射火箭，花黑盆，花黑盆，大家都集中在最后两分钟吗？真的，大家都在射，大家都在射，火箭射出来，有火箭的赶快射出来，火箭丢了，丢了，有火箭的射火箭了，快点，有什么就射什么，快点，最后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，现在也看不懂了，59分了啦，59分，对，最后一分钟。激动了，激动了，紧张，紧张！天哪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我的妈呀，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天哪，什么鬼？好刺激哦！各位，剩最后的，剩不到60秒了，大家再拜托拜托！有火箭的射一射，有金曲票的丢一丢。紧张紧张，我们两个很紧张，对，没有错，现在一分一秒都非常的紧迫。Oh my god， 大家金曲票，走走起来，走起来，有火箭的射一射了，怎么那么多人在射火箭？完全看不懂哎。对，挂宝。最后一分钟了。天哪，我们现在看不懂榜单啊，现在已经是爆炸的状态了，为什么火箭狂射呢？大家晚安，现在已经是最后要截止，是不是到01分截止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现在第二名，第二名，靠，第二，第二名，谢谢大家，大家陪了玉儿好几天，然后每天都播到12集，辛苦，他那个龙角散跟枇杷膏都已经不知道吞到几罐去了，然后水也是喝个不停，好像永远那个在直播的时候都那个活力无限，为了就是呈现最好的给大家，那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他，然后呢也真的陪我们到最后一个晚上的半夜12点，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坚持到现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哇，现在的那个不是已经过了12点了吗？好好多那个火箭一直在射射射。名次已经确定出来了吗？还是还在滑？大家晚安。